石头布。三打二胜，你不可以几点我？我还三批两胜，我三打二胜。那杜丢一定说三比二呀、啊！不要这样，这个保留，等一下剪接的时候就直接你输，我们直接泼掉了。你把麦克风放了18万哎，坑你了！我从昨天就一直在想，我要出什么才能够赢到贺大哥呢？没有啦。好烦哦，不想放下。过来一点。